交往分很多阶段啊，那我自己觉得啊，可能这是一个开始。如果说这是一个开始的话，那我希望它会是很美好的。你好，菲泽。美丽的这个吴主播呢，生日快乐！然后呢，这边献上这个最低调，但是又很华丽的祝福啊、哦。那因为每天都看到你很开心的在主持节目，那也听说呢，最近有一个新节目嘛，对不对？新节目希望呢可以收视率长虹，然后越来越美丽啊、哦！祝你这个越来越开心。那在工作上面呢？顺顺利利，那在感情上面呢，也希望你可以赶快找到不错的归属。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变成灰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空境。周杰伦先生，喂，周杰伦你好，我是侯佩岑。要不要跟娱乐在亚洲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呢？是周杰伦亲口承认过的正牌女友，足了大家胃口的爱情故事，最终还是以分手作为结局。女生朋友有啊，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？特别的女生。特别的，女朋友没有？没有，没有，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，真的没有？没了，就，但是还是朋友，就是我觉得就是。就是交交朋友是好事情的，所以我曾经谈过几场恋爱，但现在分手了，那所以我觉得都很好，我们都会学着一个人去珍惜。我自己还没听说过，我就不好意思麻烦，因为你知道大家的档期很难敲，所以现在还没有想到。这样，哎呦，我觉得还是会送个花吧，如果有这个机会。
生当然就信了。因为太了不起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才看到这个猴，就想说，哎，那我要留这个猴吧。哦，对啊，你唱啊，我唱。对啊，要我得罪人。哎，老师可以降 key 吗？这很高。嗯。男生醒着，女生当然就醒后。